边怎么可以不玩这些又刺激又过瘾的水上活动呢？而且你看，好多种选择，你们一定都没玩过哦。是啦，但我也没有想玩的意思，因为我觉得我。哎呦，这边很安全啦，我们难得来耶，怎么可以不玩水上活动吗？耶 ！Go！ 在这爱门金沙滩，不仅有玩不腻的水上活动和沙滩排球可以打，另外还有烤肉区可以 barbecue 呢。而海边一整排的阳伞与躺椅，加上蓝天，是不是让人很有在国外度假的感觉啊？啦，已经全副武装了，看看我的团员们也。水上活动了，但我还是真的很害怕。不过还好我有两个同伴可以陪我，谢谢你们。OK， 那我们先出发喽。没有要保护他的意思。不是，你给我保护我。好 ，Go！ 啊！哦！我不喜欢这个感觉。说你们三位小妞儿保重啊，怎么才玩两项水上活动就纷纷成伤兵了呢？看看大伙儿游客都玩得挺开心的呢。嗯，好吧，不然就来点平易近人的浮潜活动好啦。嗯，出发出发。各位观众，实在抱歉，在台风大搅局过后的澎湖，因为海水太过浑浊，导致美眉们无法呈现最美丽的海底画面给大家看 ，sorry 咯。我们要出海嘞，我们要去哪？该不会又说你要跟我去浮潜吧？浮潜？对啊，你早上就浮啦，你都发脾气，我哪敢再让你浮啊？知道就好，该不会，你要带我看星星？你很怂哎，星星在阳明山看就好啦，干嘛还跑到澎湖来看呢？这样就好，那走啦，我们现在这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来到澎湖呢，就要做一个晚上一定要做的活动啊！我知道，是夜唱，唱小夜曲，对不对？哎，啦啦啦！干嘛？绿岛，我们要夜钓小馆呢、啊。你没看到？哦，对耶，你看左边、右边都是游客哎，难怪我看他们拿着鱼。
错。哦，小妙丽，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鱼竿了。在哪里？在后面，在后面，转身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耶！夜冲夜唱在澎湖可是不流行的，来澎湖花个600块夜钓小馆才是最夯的夜间活动。哎呦，妹妹们个个架势十足，看来是信心满满哦。希望不要是花拳绣腿啊！洗手间，好像小馆面线，你们看。热腾腾的小馆，上厕所还可以吃到好吃的料理，怎么这么好？老板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哦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吃到这个啊？而且不是说是我们钓完之后才可以吃吗？可是我们都还没有钓到，为什么就有这个可以吃？这是我们都会每一招可能都会先准备好的啊。对。真的吗？那这个需要钱吗？不用钱，不用钱。怎么这么贴心？你们怎么这么贴心？所以你们是就是只要是每一个客人上这个船都可以吃到这一碗喽。对。那我现在可以吃吗？可以。不用钱哈。不用钱。谢谢。对不起。哇，他不是在上厕所。啊对，先吃啊。哇，好鲜甜哦。这个看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馆面线，哇，那个汤汁鲜美的。看到是一个小馆，可是那个汤是融合的，感觉是整只小馆的那种原始的鲜甜味在里面哦，好棒哦！我可以吃吗？老哥，嗯，好脆哦！啊，小勋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老板贴心准备的热腾腾小馆面线，你是不是该分给另外两位辛苦在等待小馆上钩的同伴呢？而除了小馆面线外，丫头也把自己买来的小卷片分享给大家当小菜哦，补充好体力，才能继续努力钓小馆。在刚才大家吃小馆面线的同时，哈哈，钓到了小馆！你这么开心干嘛？又不是你钓到的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耶！小弟弟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开心？你应该要开心吧？表姐，那脸怎么跟他一样啊？真的，只有你耶，只有你钓到哎！对啊，你是第一次这样钓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很刺激还是很过瘾？很刺激哦！那你之后还会常常来吗？晃两下，就慢慢的。哇，他的！就慢慢的晃两下，然后沉下去。嗯。再晃两下，沉下去。好。然后慢慢的收起来。对，是哇，他不喜欢你的，好可恶。由于台风天刚过，海上状况不甚理想，在大家努力拉杆的结果下，船上仅只有刚刚的两位幸运朋友钓到小馆。不过没关系，老板将使出最后一招，撒网捕小馆。哇哇，现在大家手忙脚乱，是因为我们利用这一盏红灯，然后我们来捕小馆。你看，在收网了。我很期待等一下的丰收应该很多，因为感觉他们经验很到。哇，好期待哟、哦！究竟这个红灯带来的海底生物会是什么样子的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终于有了一只，哇！四只，哇！这颜色不一样哎，好酷哦！哇！耶！生气蓬勃的，它喷墨汁了。吃掉活跳跳的海鲜，可是在海上很特别耶。